这元神占领秋叶原都不是啥新鲜事儿了，这一次元神杀进深圳了，隔壁的老马都坐不住了，甚至想要下楼砸音响了。还有说老李啊，当深圳市民中心的灯光秀响起林月 BGM， 旅行者们到家了，干完游戏感觉出现了幻觉，哎，得出门走走呀。一出门不对劲呢，这他喵怎么都出现幻觉了？明明在遛弯，怎么还遛到林月港了呢？拉倒吧，咱还是回家睡觉吧。有一说一啊，后续准备单独看一期视频聊聊陈志毅老师。原神的 BGM 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，至于这个人有多牛，我们听一下原神登录界面和各个国家的 BGM 还有战斗 BGM 就懂了。就算你不懂音乐，或者从来都没有注意过音乐，也或多或少的有几首 BGM 已经刻在你的 DNA 里了吧。尤其是璃月的 BGM 真的很有年味儿，确实是很应景，可以说是璃月版的难忘今宵啊。看来原神确确实实的在不断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光是要在二次元收割我们的钱包，好家伙，就连这三次元大伟哥他也不想放过呀，真的是可恶。